拄只讲即个海马为标记吼，即、哦這个海马公园，海马公园呢，袂使讲是啥物物件，袂使讲即个原始黄风林，即嘛是全省第一转。你想要做第一转，你敢知影？一个黄风林即个公园，伊会当互咱 barbecue 的场所，吼、哦、啊一个场地吼，互咱人客看开一百。迄、那个场所真正 BBQ 真正有够赞的，即原始黄风林。哎、欸，即、這个黄风林内底有啥物砖？即若无甲你讲，你拢唔知。因为即内底吼有一个哎，或者啥，唔是或者有一个是有作者的，作者啥物？迄、那个大庙小庙，一个公园内底有迄个大庙小庙超过二十间以上的。我阿你讲，公园台湾全省吼找无迄个公园内底吼，内底有二十间庙以上的啦，拄啊，敢若阮即个公。这个是阮台全家庭的第三转。啊，过来吼，过来来到阮家庭内要佚佗啥？来就是要佚佗这个咱渔会拍卖中心，就是讲咱这个小迄、那个小卖区，吼、哦，遮有足热闹的，阮遮有足侪餐厅。啊，内底就是有讲吼，有咱迄、那个咱拄只迄个歌词内底所介绍的什么渔丸，吼、哦，遐有一个诶，合作三姐妹。林家三姐妹足恐怖的，迄拍破全世界纪录，一分钟上少会当做超过一百粒以上的鱼丸。吼、哦，迄表演即个特技，敢若看到这部就值回票价。所以家庭一日游，看到这部会使讲非常之好。搁来，即、這个鱼丸食了后，来就是即个啥物？来就是港口，港口才有啥物物件？才有即、這个。请求这个第二级的合作这个澳洲雪梨港有会当安尼讲哦吼，啊咱即摆船啊驶过了吼，中间会走一撮迄个白线白云出来，因为阮的港口内底的鱼啊足济，完全哦毋捌甲伊去过，啊所以鱼啊足济，啊即摆鱼啊伫港底拼出来的时阵哦，迄是偌壮观，你敢知影？讲偌壮观就偌壮观，深。亲目睭吼，看着较有神啦吼。啊，过来就创啥？过来你就发现着一个足奇怪的现象，奇怪。迄、那个江边四颗莲灯，较有足侪野鸟飞来伫咱的船仔的身躯边飞盘，你船仔做伙行，迄、那个风景会使讲吼，真正袂晓讲的水啦。过来，咱即摆要游迄个有水准的即个啥？即、这个旅游，咱嘛免阁去啥，咱嘛免阁坐飞机飞去法国。法国听讲有一个啥，巴黎铁塔，对不对？歹势，阮家底遐有两支，阮阁加一支，而且阮下个会吐烟，烟会袂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是阮家底的第几转啦？第五转啦，吼。第五转。然后阮家底遐会行楼穿的。什么物件？搁有一个迄个乡间小路，会使讲吼，咱要欣赏什么物件？咱要欣赏迄款迄个野鸟、野鸟，咱个迄个即、這个合作啥？合作赏鸟区，赏鸟区有无？阮遐有足奇怪，什么鸟敢知？迄个嘴乌乌，啊吐出来足长，头前扁扁，迄个叫啥？黑面琵鹭。黑面琵鹭吼，黑面琵鹭无啥，搁有一只吼。毕业的是天鹅，你看，你敢知道天鹅有多大只？只，对不对？啊，阮咧吼，阮咧天鹅，阮咧天鹅唔是，阮咧天鹅唔是天鹅，伊迄足奇怪，只我唔知啥物名，足大只，然后伊的嘴尖尖足长，啊，细只哪敢知？咱咧若鸟，我是不是迄嘴吼细只安尼弯弯较无着，像鹰哥安尼，对不对？阮咧鸟足奇怪，伊迄嘴吼倒翘。水到无限水的，按哥爱食较难看的。
诶，秦人码头，秦人码头即卖开发哦，开发较足大。听讲啊吼，听讲这是我家己民房听讲，民房的哦，吼，迄无准算的哦哈，民房的。啊，我民房了啦，民房讲我将来，即、這个新达港诶，即个秦人码头会开发一个啥物物件？会开发一个迄个脚踏车。